门口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他在旁边呢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妈在电话。妈，你先别急，怎么了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嗯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敏强跟大黑皮打起来了，我得过去一趟。严不严重啊？ 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你甭管了，先带着儿子赶紧回去吧，交给我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跟我还这么客气啊？现在知道你老公好了吧？好，就你最好了。好了，赶紧带着儿子先进去吧。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啊。放心。小心点啊。 回家了。别推我！站住！警察同志，我们是被冤枉，小花，孩子，你说我们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会打人呢？你们怎么不抓他们呀？你这话为什么抓他们？小花，站住！我坐腿走。警察同志，这我们真的被冤枉了。这是。
休息啊，都候着你呢。你不回来，我们敢睡吗？哎呀，还好啊，你还知道回来。就是啊。对不起啊。言川呢？他有点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哦，那你先回屋吧。哎，等等。 把孩子给我！哎呦呦，看把这小脸吹的！你还没出月子，你这是折磨谁呢？你言川他还是我们全家呀？你好赖不懂啊！我为了谁呀？为了一个弃婴，你至于吗你？好了好了。 知道你是孩子他妈，李佳，你妈就这个脾气啊。 有点这个重男轻女啊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爸，怎么会呢？哎呀，这个居家过日子啊，就是得互相谦让一点，是不是啊？你放心让他带吧，我们老人家呀都知道怎么疼孩子的。再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你又不是见不到孩子，是不是啊？ 是啊，早点歇着吧。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嗯。云川，哎呀，你可来了，你坐坐坐下。哎，坐，你要不要喝点水？您别忙了，碧强怎么了？你说真是把我急死了，这个混小子，你说。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毛毛的哥哥，大黑皮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他把那个小豆豆搞丢了，搞丢了。是啊，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！所以米强啊，就急了，把他打伤了，还有其他的人听说打的还挺重的，现在已经住到医院里面去了。那米强现在在哪儿呢？抓到拘留所去了呀。对方要求索赔30万啊，说要不然的话就告他，让他蹲进大牢去了。妈，别听他们这些，都是吓唬人的。 他们住哪个医院呀？我过去看看。在人民医院吧，毛毛刚刚去了。行，妈，您别着急了，有事啊，您给我打电话，我先过去看看。那我等你的电话啊，言川。你等我消息。好。不要抱住我儿子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！我该死，我该。
杨拓，你这种不要脸的东西呢，我们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冰箱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儿子，你们千万别再拦着我。爸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就答应让我出去吧，你是我儿子，你怎么这么狠心了，就这么好给他了。再不来，他们就把我四分五裂了。你这小舅子，他也太不像话，那下手也太狠了点吧？什么叫我小舅子？他不是你妹夫吗？是，这倒是。谁说不是呢？这毛毛刚走，肺都气炸了。你瞧我这脸，这都破相了。你再看他们，都是严重的脑震荡，光医药费都吓死人。你说万一要留个后遗症什么的，可怎么办呢？这是，你不都开调解了吗？哎，你怎么能是我开的？是他们。哎，对，是我们的。敢不答应的话，我们就去告米强，让他负刑事责任，送他去蹲大牢。哎，你这干嘛呢？这跟谁说话呢？你说话客气点啊！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可是严氏集团的老总。我管你是谁呢？我们要赔偿30万，少半毛都不行，要不公事公办。别拿这种小儿科的话在这吓唬人，真要想公事公办你就去，我绝不拦着你。恐怕到最后你会鸡飞蛋打，一分钱都捞不着，不信你就试试看。要是真叫起板来，你觉得你行吗？不是你那俩眼都让人给打瞎了吧？哎，严总，哎，您息怒啊，这大伙都在气头上，您得理解。黑皮，我告诉你啊，
米强打你那是你活该。这俩人伤成什么样，你也不用在这儿给我虚张声势。现在医生就在外面呢，要不叫他们进来说说。我今天就可丁可卯的给你算算，我到底该付你多少。哎，严总，别呀，他们伤的真的是挺重的，还得有误工费不是吗？大家都是好哥们儿，您别为难我行不行啊？行了，今天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我给你20万，但是你给我记住了。哎，行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谢谢严总啊，谢。张律师，给他们办。好，哎，严总，您这就走啊？改天我请您吃饭啊。再见啊，严总。那怎么可以呀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哦，严川，那我挂电话了啊。好好好，哎，好。这个哥哥真行啊，他想干什么呀？替你出气呀？出什么气啊？是米强出手太重了。您知道他把我哥打成什么样了吗？他，你喊什么呀？米强现在也没有好下场啊，不是也关到拘留所里去了吗？你不知道啊？他活该。你到底向着谁呀？是你的哥哥大黑皮还是米强啊？你可不要忘了，米强不是外人，他是你的丈夫。我真是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做老婆的。没有说见到了矛盾就好好的去调解调解，你干什么呀？唯恐天下不乱呢，一定要把米强关进去你才痛快呀。你就由着你哥哥讹我们家的钱是不是？讹你什么钱了？我哥他讹你什么钱了？现在不只是我哥一个人被打伤了，还有他那帮哥们儿。现在是他们这帮人不放过我哥，那你让我哥该怎么办呢？借口全都是借口，就是借着别人的嘴说话，借着别人的嘴捞钱。为什么呀？全都知道啊，米强有一个有钱的姐夫，他不会看着这件事情不管。你以为我是瞎子啊？毛毛，这20万啊，我是不会让严川付的。米强自己负担，你看着办吧。那就让你儿子蹲一辈子监狱。干嘛呢？这月子还没做完呢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等你呢。等我干什么？你就放心吧，事情我已经都解决完了。我跟我妈通过电话，我都知道了。那20万，就算我欠你的。等我挣到钱了，我一定还你。干嘛呀？跟我见外是不是？你这种话说出来，我们两个还像夫妻吗？可你是知道的，我最不愿意伸手问你要钱，我也不想沾你们家的光。米佳，在我面前你不用自尊心作祟。我要真的瞧不起你，我干嘛跟你结婚？
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我们两个要共同支撑起一个家，记住了。哎，儿子呢？别提了，被你妈抱走了。她说了，从今往后用不着我带了。不用你带？对呀，我只管生不管养。我说句话你别嫌难听啊，我觉得在你妈眼里啊，我就是个生孩子的机器，生完就完，一边待着没我事儿了。这么想，你想啊，如果你不用带孩子，你得多省心啊！以后我们两个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这多好啊！可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我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在一起啊？我又没嫌他麻烦。我觉得你妈呀，她就是不尊重我。别这么说，老婆，相互理解一点，相互体谅一点。难道你想看在我夹在中间为难啊？啊，好了，你呀，真没用。就会哄我，拿你妈一点辙都没有。你都知道，那你还气我？哎，你老公可够累的了，你就不心疼我呀？你就不心疼我呀？我疼疼疼，疼死你！哎，好老婆，老公抱抱。哎呦，好了，老婆，别闹了啊。酒啊，妈！我出来了。出来了，上床睡觉去，快去睡觉去。睡什么觉？睡什么觉？妈，我跟你说，我没醉。妈，妈，我是你儿子。妈，去啊！我没有出息，我是个窝囊废，我从小就是窝囊废，我从小干什么我都不如我姐，我干什么我都窝囊废。就这样，儿子啊，好了好了，快点上床睡觉吧。啊，你别发疯了，你喝怎么喝？喝点酒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撒娇，你撒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啊！瞧你那德行，你瞧瞧你那德行。你瞧瞧你的德行，你也算是女人，你也算是女人。妈，妈，他把孩子给丢了，他把孩子给丢了，妈。孩子给丢了吧。
跟你离婚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就离，谁惹谁啊？要惹谁就跟我离婚。再和我吵你啊！吵我？你有本事打死我！你打呀！你有本事打死我！不，打我！你知道吧？他想上吊，硬把他爸给气死了。为什么？谁知道啊？别说啊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的。家，你这刚出了月子，还得小心点，不能大意了啊。多吃点好的，加强营养，不然奶水该没了。我知道，不会的。燕川去吸水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跟我说了。等他回来以后啊，我们决定去把复婚手续给办了。说到复婚的事儿啊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。我起草了一份合同，你看看，签个字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也没什么意思。实话说，这样做好像是有点俗气啊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咱们开诚布公吧。这样做呢，是为了避免以后的矛盾。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，你看呢？那严川知道吗？不用他知道啊，这是咱们之间的事情。要不要简单跟你说一下，你听听，很公平的。不用了吗？不管是什么内容，我都不会签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不会吃亏的。我知道您在顾虑什么，可是我和严川的这桩婚姻并不是生意，更不是买卖。如果我签的话，那就是在羞辱我自己，所以打死我都不会签的。我只是希望能得到您的尊重，米佳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给我们老严家生了个儿子，你就有什么了不起了。
不跟你说，这个合同你要是不签的话，我不会同意你们复婚的，知道吗？我也不会相信，就凭这么一张纸，能够维系一个家庭。让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你还好吗？你别太难过，你母亲还需要你照顾呢。其实回头想想，他们这么辛苦地供我念书，可到头来，我连我爸的安葬费我都付不起。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不孝的女儿。别这么想，会好起来的。哦，这是50000块钱的欠条，等我以后挣钱了，我再还给你。那么认真干什么？这钱不用你还，等我在这儿建厂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事要麻烦你呢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放心吧，迁坟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，不会影响建厂的。谢谢。可是我有个条件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。你说。我想参与厂子建设，然后进厂上班，可以吗？你不想到外面去闯一闯吗？我已经答应我妈了，不会离开这儿的。那好吧，我答应你。谢谢。振作起来。放心吧，过去的尚小云已经死了，我会从头开始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帅帅，我们走，咱俩回家去好不好啊？好，我可以让他们了。是吗？帅帅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去外婆家。哎呀，怎么又去呢？奶奶不说好了要带你去玩去的吗？你忘了吧？怎么不能去了？哎呀，那马蹄下又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什么风景区，那住的都是什么人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回去你回去，你别带着孩子。你看他哪次去不学几句脏话回来啊？纠正都纠正不过来，你再这么下去，非学坏了不可。走，跟奶奶进屋去。那哪行啊？我已经答应我妈了，得过去吃饭。你说了算，我说了算，我是她奶奶。可我是她妈。妈怎么了？你把她带大的，你弄过她几天呢？走，今天给你叠那个纸飞机啊，多好看！喂，米佳。你妈也太过分了吧！难道我带儿子回家都不可以吗？我
在你们家到底算什么呀？你是我老婆，你说你算什么呀？不就回个娘家吗？我当什么大事儿呢？我这正忙着呢，要去一趟溪水的啤酒厂，咱们回头再说好吗？好什么好？你关心过我吗？你呀，就是个墙头草。挂了。喂。喂。哟，姐夫。嘿，米强。哎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跟我姐生气了？你姐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啊？要我说，女人就应该是这样，啊，偶尔使一点小脾气，这男人哄起来多给劲儿啊！那都那么好，多没意思呀！哼，你小子还整得一套一套的。走吧，上车吧。干嘛去？路上再说。姐姐要带着帅帅来，你说我能不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吗？难怪呢，只有他们来，咱们家里啊才有这些好吃好喝的。平时就吃那些便宜的小菜。妈，您看看我这脸色，都快变成咸菜色了。人家都说我老了好几岁呢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老米家亏待你了？妈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我就是觉得心里边有那么一点不公平。不公平好说啊，交生活费啊。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跟米强哪有什么钱呢？没有钱就不要挑嘴了。是不是？你们两个人可不要忘记了啊，还该着我50000块钱呢。那可是我们家的家底子，这是我这些年挣过来的，就让你们这么给我嘚瑟。妈，这事儿你也不能全怪我呀，要怪啊，只能怪那米强。我提到这事儿还憋着一肚子气呢。妈，您啊，早应该让米强进严氏。你说咱们家靠着姐夫那么大个靠山不靠，这脑子不是有毛病吗？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已经如愿了吗？不是已经进了严氏集团了吗？还有什么不公平的？你这个丫头啊，就是不识好歹。好好好，妈，算我什么都没说，行了吧？那我上班去了啊。您别太累着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啊！小鱼。哎，川哥，怎么现在才过来呀？厂长还让我给你打电话呢。来，先给你介绍个人，米强。哎，行，这是米强。今天新进公司的。